宿舍因缘助缘呐，汇合感应道交，非楚王即善人，无以此之为友。非善人呐，即楚王无以尊之为师。王正求师善人，即来希世之遇啊！就是讲，一切都是因缘呐、啊。记着前面的经文吗？这国王四方求法啦、啊，以结果宣令，打出故事呀、啊，就是要求师。求有人会当为伊讲说妙法，安尼的人来为伊师引导入妙法，这些国王啊，虽然身为国王，确实呢。不乱掉啊！国家不乱掉呢，名位也不乱掉，财富等等，生命总是自然法则，有限量的生命，他所谓追求的，就是。无限量的慧命，慧命要将法大乘妙法啊来成就，有了慧命，才会当为天下众生解决了真多的苦难。所以因为安尼为己为人啊，他就是期待会当得到妙法，所以打出了故事啦。四方求法是有虾米人会当？愿意为伊说大乘法，这就是正面的文。只要有人愿意来传教，国王也愿意呢，将伊的信心奉献出来。这都是求法。真切的心，也不是要求到一地啦，要看有因缘也无啊，宿舍因缘助缘呐，汇合感应道交咯，也就是非楚王。即善人无以此之为友，老师、学生啊，亦师亦友啊，这位善人呢，他伊家己知影，伊家己有安尼的本领，但是这位善人啊，对。普通的人也无想要去传法，就是国王啊，国王有这么好的条件来求师，就是要爱一位
可以为伊说大法的师父，也伊家己嘛真自信啊。这位先人自信，伊有这个妙法，好团啊，要团的人就是国王。伊认为这才是伊的对象，伊所谓团法的人，所以非楚王即先人无以弃之为友。意思就是这位先人伫咧选择地主啦，选择对象啦，非国王的计呢，毋是伊所谓弃的对象。但是非先人呐，即楚王无以尊之为师。国王呢，所谓选择的人，也就是爱有安呢真有自信的人，有迄个妙法，有自信，这呢就是伊要找的人。这个老师啊，应该呢，家己有自信啊，这个法啊，应该是真妙微妙的大法，因为安尼国王愿意接受这位呢，就家己有自信的先人呐、啊。国王就对这位老师啊，愿意呢拜伊为师啦，啊，就是愿意接受伊的教法，也就是因为这位先人呐，也那无呢，国王啊，也未尊之为师王。所以因为王这位国王啊，求法心切，尤其是所谓求的是大法啊，要求的大法心真切啊，所以王正求师先人啊，即来伊所谓求适合这位先人呐、啊，他就来了哦。这就是因缘，希世之遇啦。想看，东东这个国王啊，伊呢，所谓追求的，不是名利财物，他所谓追求是大乘妙法。这世间呢，亲像阿弥的国王，非常的稀有啦。对，人中之尊呐，会当愿意呢，要去求法、大乘法这些。不受世俗所给诱惑去，伊的心智呢，就是在法，是无简单，是世之稀有。啊，亲像阿弥的先人，家己遐尼自信，自信讲伊的法啊。是至高无上，所以伊才敢向国王啊来表达，伊有自信，伊有阿弥的妙法。你想，这敢毋就是希世之遇呢？两个人拢有阿弥，各人所抱负的自信啊！这是真无简单哦。
还知影这是国王中元劫来啦，求大圣法，不是今生出世而已啊。长已经讲过去啦，就是正长远劫的时间，生生世世都无去会袂记哩，求大法，也大法啦，唔是一生一世都成就，爱搁再成就真侪因缘啦，干那知？也无够，也阁得爱身体力行，满足六波罗蜜，爱真正去体会，真正去付出啦，唔是干那知影法，一冥想就好啊，是真正爱去灵根中历练过去啦。什么叫做布施？所布施的，不是仅仅身外物，所爱布施的啦，身外身内，所有的呢，都愿意付出，哪怕呢，关有关于身体性命，他也愿意付出啦。这个布施呢，也是真大的因缘呐。这就是爱去身体力行，啊，唔只是干那布施呢，定也搁多爱持戒。布施持戒呀，持戒嘛，唔是干那用讲的呀，持戒。也都要有这样的环境啦，身为国王不受欲乐呢，迷失了他的心，他还是记着求法，法慧命比性命更重要，法比世间的欲乐呢是更加珍贵，所以心心念念在法，不受欲乐界迷失去，所以这种荒废之恶啦，心无有贪乱，无有乱着，这各位车主等等，伊都愿意下。这乞丐啊，他唔惊辛苦，所以愿意呢，为劳弊，为劳啦，为弊啦，愿意呢去随从恭敬做事，长难也讲过去咯。做一个国王，愿意去为仆从，愿意呢去为奴，去供应师父所要爱的一切，这种放下心大呐，任劳任怨，哪怕呢挑木吹怒啊。他也愿意付出，这就是下心命啊，也受忍辱行啊，不知乞丐，那个是受忍辱行啊，去为人奴婢呢，这就是精进啊，
为求法而精进，这也可以证明呢，累劫以来啦，那个定力专心求法啦，无失去，这就是智慧啊，累生累世，这就是这位国王从中观劫来求大圣法啊，行六波罗蜜，累生累世呢，都来满足身体力行，不是知识在，不是口头讲，是身体要去投入去做出来。所以是以今日啊，从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所以感应道交啊，现在身为国王啦，要求书书来咯，这个先人来接受，要来传法啦，这敢是感应道交呢？他要求啊，先人都应伊所欲求，就来了啦。因佛以初间慧悟得知，所以在这个时阵，安尼小断掉啦。一个要求法，一个讲我有法，好好哩。条件就是爱开条件出来，这都是在彼此之间呐。感应道交吼，所以正面的文呐，就安尼讲：世世人民寿命无量。在那当中啊，这位国王在位的时，那当中人的寿命真长真长啊，这就是咱人的寿命最长呢，可以到84000岁，经过呢100年减一岁啦。爱看咱众生啦，贪欲那愈来愈多，杀生愈来愈多，等等啦，那就是众生共业啊，寿命呢，那就近100年啊，就寿命减少，来一直减嘛，亲像咱现在的人。百岁人岁真少啊，那就是咱现在是伫减劫中啦。所以，迄位国王在世的时代呢，那就是人民寿命无量的时代，所以为伊发国。观下国语，他就是为要求法，所以把他的国位啦，隆重威敬给太子啦，无乱着在国位里啦，名甲位呢，伊已经下啦，专心就是要求法啦。什么人是以
所要求的那个大乘妙法可以传的人，所以就要结果善念，四方求法啦，到处去求，甚至呢也安呢发出了条件，什么人啊，那会当来为我说大乘法的人，我愿意将心恭敬做事，是将心哦，不是端茶嘛。做事就是为劳为弊啦，他愿意安尼恭敬以书法，本来是咧书法别人啊，叫别人开口唔免动身躯，现在呢是愿意用身躯呢来供应，会当为伊传法的人，为伊服务啦。真呢，就是国王啊，求法心切。接下来这段文啊，他就讲：时有仙人来别王言，我有大圣名妙法华经，若不为我，当为传说。真呢，就是这位仙人，从看到国王到处呢，大故事伫咧求啊，求书看到啦，这个故事出来。迄当阵就有安尼的仙人呐、啊，就出现啦，家己来到皇宫啊，来向国王安尼讲：我有大乘法，我的大乘法啊，名叫做《妙法华经》。假使国王啊，那会当无违背我的条件，那我愿意为你宣说吼，这就是向国王讨条件啦，唔是干那为奴尔定，所谓爱是真苛的条件，所以。因为国王啊，是求法宣令故事故，所以才有安尼的仙人来啊。这个是表示呢，仙人呐、啊，已经呢愿意，已经答应啦，答应国王，甲伊讲，我有信心，我有安呢，大乘妙法啦、啊，叫做《法华经》，我愿意传授予你，真呢，正合国。国王的意啦，国王什么拢无重要，上重要的呢，就是大乘妙法，这才是真正
迎合国王的意啦。所以为安尼呢，国王爱用真恭敬的心来接受吼，这就是啊，一个愿意付出，一个呢愿意接受彼此之间呐。这先人呢向国王安尼提出啦，只要你会当答应我所有需要一切一切啦，安尼我都愿意为你讲啊，为你传法吼。那王啊，听着欢喜啦，心啊喜悦啦，从内心拥有欢喜，听到有妙法啦，正是伊所欲追求的啊，所以心内欢喜啦，这叫做感应道交。一个欲求法，一个讲我有信心，我有安尼的妙法，我一旦传，这就是。一个要求，一个愿意付出，叫做感应道交啦。所以，非此王，即先人无以取之为有。那不是这个国王啦，这位先人啦，未出现啦，因为这个先人真傲。一气吼，真傲慢的气势啦！不是国王呢，伊无愿意传法，所以不是国王，这个先人呢就未出现。所以如非先人呐，即楚王无以尊之为孙，因为这位国王啊。看到这位先人这么有自信啊，国王内心呢也起到很欢喜的心啊，这就是感应啊，这就是因缘啊，就是感应道交啦。国王呢尊之为师王，先人就说我有大幸啊，明妙法华经。这位先人啊，向国王安尼讲，我的妙法就是妙法华经啦。那国王呢，就是正是需要，敢那听到妙法华经啦，伊呢就内心呢不由自己呢都欢喜起来，这。先人来啦，王欢喜啦，好不可思议呀！这就是缘呐。诸诸究竟何来？有老师来了，也有学生啊，想要求啦。所以诸诸，诸就是老师，诸就是学生，想要求法的人，老师呢？为着学生要求法，
所以伊都爱将伊内心呢，爱建国较充足的法啦，来应学生的需要，安尼叫做师资啦。所以求学生是想要求老师呢，都爱付出，这叫做求甲应，哎，好啦，哎，真和谐吼，那彼此之间真和谐吼，所以希世之遇，安尼叫做希世之遇啦。一个来呢，所要要求的，这个先人所要要求的，是真大、真多，用种种的困难来折磨伊，这无所不有啊！他一位呢，真甘愿接受，所以师资啦，都有彼此呢求应。老师爱我做什么，我绝对做个到。这也是老师要求，学生就有应啦。学生呢，想要求的话，就是爱老师什么时阵呢，会当予伊的话。学生若无先付出啦，无先做学徒啦，那师傅那会当传功夫呢？同款的道理呀、啊。所以这个求应啦，是互相一位呢，为着要求妙法，所以伊愿意付出；一位呢，就是我有法，我愿意付出，但是我要甲你要求真多，我才要这个法传乎你。这种彼此呢，这个求应，安尼。相逢啦，都是愿意吼，这和谐啦，这真正是希世之遇啊！这种无理的要求，伊嘛愿意付出啦，受尽了真多的折磨辛苦呢，无忧无悔无怨。这就是在那满足伊一六波罗蜜啦，这求法的心真切，这就是大权示现呐。国王伊是圣贤大帝者，咱前面讲过去了，圣贤大帝者，尽管讲。愿意去为人奴仆啦，愿意安尼身体去接受呢？接受安怎样的磨难呐？伊都愿意，这就是大宽呐。用安尼伫咧教育人呐，身为国王，求法心切。何况讲咱呢？这里正微细的凡夫啊，还阁惊什么呢？还阁畏惧什么款的苦呢？国王都愿意放下身段呐，为求法。咱普通的人，还阁有讲究什么款的身份？要阁有偌大的控告骄傲，要阁有什么款的资格来控告来骄傲呢？求法的心本来就爱有遐尼只恳切，爱放弃一切啊，迄、那个偶像下定决心啊，来求法啊。求法要去付出，这就是
贷款，用方便法啊来教育好些，伊愿意安尼教育，安尼实现，也嘛都爱有安尼的人，这种唯一的恶知识，这款的私有啦，来对待伊，所以伊无怨无悔吼，这是真不可思议的。贷款显示啦，那无安尼，有人来话啦，哪有法度看出了呢？这个修行者呢，这么正愿意放下付出的本领呢，这就是贷款实现，这就是圣贤救法的典范呐，这叫做贷款实现吼，啊，真是不可思议啦！所以人处妙殿呐，是立敲素寒，故名贷性，义空一性。涵盖一切孝用性法，有义方啊，故名妙法哦。素涵，那就是素阿含经呐、啊，阿含经呢，佛来的人啊，甲分成了四类吼、哦，正一阿含。甲中阿含，个中阿含嘛，个十阿含，这阿含经啊，分作四类吼。正一阿含，那就是佛陀所讲的话啦，他就是安尼端固啊，适当。阿弥呢，这在咧集经的时阵，会看到这个经典呐、啊，会当阁将这个句呢，甲集合起来，这叫做静一阿含。啊，中阿含呢，那就是经典有故事啊，啊，无正长。也无真短吼，那适合的平时啦，咱要学法，咱要安怎样找出典范来得一经适应咱，迄、那个故事适应咱来学。要那中学含呢，这个中学含。这个经文呐、啊，都较长啦、啊，故事真长吼、哦。那这就是中阿含吼、哦，啊十阿含呐、啊，就什么款的经都可以给汇集来，只要会当启发人心嘛、啊，会当人人应用呐、啊，就安尼给集合来。这叫做十阿含，只要会当呢，启动人心啦。佛陀伫咧说法，有时阵路人行看，应景说法，这呢嘛个记载的经啦内底啊，都亲像佛陀一回伫路人伫咧行。一阵风吹来啦，一张纸，佛陀就甲阿难讲：“来，迄张纸去甲伊捡过来，纸捡来啦。”佛陀问阿难，甲阿难讲：“偏看卖咧，这张纸会
气味是什么款的气味？阿兰提来片，一张纸真特别咯，香呐！佛陀就会问阿兰：是安怎这张纸会有香味呢？阿兰的回答吧，足简单呢，佛陀啊，这张纸应该呢是包括了香。所以一张纸才会这么香，有香香的味啊。哦，是啦，这就是道理啦。再走看到的一条锁啊，阿兰啊，那条锁啊去捡起来，你偏看卖的啦，捡起来，哎呀！佛陀啊，这条锁啊真臭，臭臭的味啦。佛陀就问阿兰啊，是安怎这条锁啊哪会臭臭的味呢？阿兰就讲，这条锁啊的臭臭味是鱼的臭臭。佛陀，这条锁啊应该呢是拔过了鱼的草索啦。佛陀就讲：是啊，这就是拔过了鱼的草索。这就是亲像咱人，你去什么款的环境啦，甲什么款的人斗阵。你就有安尼的分析，甲好人斗阵呐，是精进的人，自然你就精进呐。你那是甲懈怠、恶人斗阵呐，自然呢，你甲恶人、懈怠的人，都会共款呐。交友爱选择啦。这就是拢伫阿含经的内底呢，是正一阿含呢，或者是中阿含呢，或者是中阿含，就是十阿含的内底，这呢就是通称为四含，叫做阿含经吼，那分类啦。通称叫做四含，但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已经是超越了四含吗？不只是呢，超越阿含，乃超越红顶，超越八界啊！所以已经呢，佛陀开权显示啦，这是一识。大法啦，名叫做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所以这就是妙典，是最微妙的一部经啦。以道理超越四含，连红顶连不济，真空妙有啊，妙在。《法华经》，所以它已经是安尼超越，啊，一空一性，那就是涵盖一切中小性法。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已经涵盖了一切的教义啦，所以一空。一心，所以涵盖一切小中性法，不管是小性、中性啦，一切的法呢，拢涵盖啦。在《妙法华经》的内底，以所有一切的经义啦，无有矛盾啦。
完全的拢涵盖着。过二啊，伊是资金的精粹，无有遐个杂吼，那真复杂的代志。佛陀已经呢，甲中小乘法迄个精粹完全呢融入入来啦，哪怕是大佛这经嘛融入的内底啊，所以《法华经》啊是自经之王，是啊，诸法之精粹，所以是涵盖一切中小乘的法，有义方啊，故名妙法哦，一切一切的法都有方法啦。这个方法所教用的，都是在这个妙法的内底的哦。所以，肉不为我，当为酸酸。这就是这位仙人来了，他呢就是安尼讲，那是我有安尼这么正好的法啦，是最美妙的法啦。国王啊，你若会当无违背我所提出的，我所要示范你，我所要爱你做的，等等啦。你若拢无违背我，我都为你算吼，这真苛求，很苛啦，苛求的，都希望国王无违背伊的意思。这就是若令不违逆以我意啦，即当以算算。我的意思要安怎，你拢爱顺我的意，所以不为，那就是不为私意吼。啊，师父要爱安怎做地主，都爱服从啦。所教之指令啦，不得相违背。我要教你做啥物，你就去做，袂当违背我。一心意吼，那你当安尼啦，我即当传授告知。你若会当安尼来追随我，无违背我的意，啊，我自然呐，都会教授你安尼的法，所以不为我。不为我，就是以道传教为之书家，要用道来传教予伊。这个呢，他伊都爱称为书啊，所以必然听师尊。既然老师讲的话啦，做弟子呢，一定爱听。所讲的一切啦，眼听啦，师尊不管做什么代志，都一定呢爱真尊敬，爱遵循啦。这非莫名过痛而已吼，哈，不是讲我是国王，
啊，你是一个先人，啊，你来教我，啊，你爱尊重我，我是国王。无安尼的心态哦，唔通讲以为你是国王啦，啊，我都爱安怎尊敬你，无、哦，所以袂当以你国王的名。要在这个所在呢，得到我对你好，反倒等下你爱遵循我的教化。搁再，就是要试探，有所劫持，有什么款的意图啊？无，譬如讲劫贵劫势，身为国王，那是贵位。人王啊，世人呢？啊，伊是国王啊，权势呢，都伫伊个手里。所以，唔是讲你做国王，也你呢，都爱有遮个富贵，即种个阶级。你既然来做我个地主，你已经无富贵个阶级啊。你已经无有国王的势力啊！那如是啦，就不足以义道。假使你若有安尼，以为你是国王的身份来，或者是呢，也阁有持有你的权贵势力啦，那是安尼啦，就不足以义道。我都未向你讲话咯，你还有安尼的心态伫咧，安尼，我的话我绝对无要传乎你，即讲清楚哦，说明白啊，无有国王的身份，无有国王的权力，无有国王的贵重，总是呢，听我的就对啦，做我的奴仆啦。就是爱安尼，所以佛度众生呐，悉随顺众生，依师教化，爱怎样？这佛为着要度众生，所以呢，伊就是一切爱付出，伊要满足伊的六波罗蜜啦，无有讲吼。众生所求亦不应，有求必应嘛。何况讲现代权呐、啊，已经现实这种，好好些的人会当了解，求法呢是偌呢尊重的代志，偌呢贵重神圣的代志呀。所以佛度众生啊。悉随顺众心，依师教化，这是大权限。是吼，和大家人爱知呀，这就是求法的过程呐。在今先人呐，欲人之不为己意，乃为说法吼那。就现在这个仙人呐、啊，要施教出去呢，就是啊，对方呐、啊，袂当违背伊的意思，是安尼才愿意为伊说法。所以所要求的呢，你拢爱顺我的意，出于现实呢，为。言之有啊，这已经就知影。咱前面一直伫咧讲顺言甲逆言呐，善言甲恶言吼，那善恶言呐，无不都是正常言。现在所当着这个善人呐，那就是。威严呐，威逆的恶言，是要来折磨伊的，要来
推炼伊的，这呢，就是为言之义务啦。咱学佛啊，咱爱用善解呀，包容一心，定定甲大家人安尼讲过去。对人，人若对咱安怎，咱赶紧转一个念，善解啦，包容啦，啊感恩哦，啊你对我安尼，我真满足啊啦，那这种。知足、善解、包容、感恩，这呢面对着世间种种的语言，无不都是正常言，是逆正常言呢，或者是善的正常言。咱若想要修行，咱就知影什么款的环境，咱就爱去适应。阿弥呢，咱才有法度真正究竟呢，满足六波罗蜜吼。所以咱爱时时呀，爱多用心嘛。